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这几款是我们卖的比较好的，亚马逊的插着 camcorder。USB 看过了。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个开盒开箱视频。这个是插座，看不到。打开盒子。器一个，一台机器，读感器。感器，数据线，四星的数据线。还有一份说明书。还有一个支。配件，一个加一个，然后现在来为产品的功能解释，这两个是可以打开晶片，波动开关 A 了，无声 M 有声，镜头，内存卡。USB 买一个内存卡，插到贴在这边缘。
充电亮红灯。蓝灯慢什么时候？打开 APP， 涂鸦 camera， 添加设备。Smart Life 返回。门开开。Hello。喂。喂。我是不是把噪音切开？Nice。还有另外一种连接方法，移除设备。等待蓝灯慢闪，5G 商品，有点 WiFi， 下一步，下一步，5G， 下一步，找到 Smart Life。然后在这里面找到我们的热点，要连接的热点。好，两个发给你。然后这里连接返回，保持连接。Hello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的讲解。好，喜欢的朋友关注家庭站，谢谢。